今天没有月亮，但是我们就我今天没有月亮，没有月亮，所以就我们就按照这个，因为，哎，我那个今天没有月亮，所以我就有手镯在我。包里面对不对？保管好就行啊！还没点关注的再点关注啊！接下来的话，把一首在2018年、2019年唱的一首歌叫做《别知己》。哦，2019年唱的。2019年对，2019年唱的歌对，2019年唱的一首歌叫做《别知己》，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兄弟姐妹、每一位叔叔阿姨、每一位大哥大姐，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喜欢。没有伴奏，所以的话就只能清唱了。好不好？然后也没有那个话筒，所以就只能清唱了。月亮冷冷的挂在天上，他也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。我们升起火堆唱起歌儿，跳起舞来，趁着酒意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。月亮离别在柔情似水，我的朋友离别在多愁善感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，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我被那个辣椒呛了一下。As I am born, as I am born, as I am born, I choose as I am born。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那一刻，我只顾着流泪，忘了回首，忘了说再见，望一路珍重。 As I am born, as I am born, as I am born, I choose as I am born。献丑了，献丑了，因为没有那个话筒啊，没有伴奏，所以就不好听，不好听。我知道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也是安慰我们，所以就觉得好听好听。就是我自己听了，这唱的什么歌呀？这不好听。歌我都觉得好听。是吧？嗯，真的好听。那真好，好玩啊！还没有加入粉丝团，继续加入粉丝团啊！还没有点关注的话，就点关注，好不好？谢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。你还有自己的原唱吗？有啊。那唱，再唱一首吧，还想听。原唱有，原唱有，但我都很久没唱了，那些歌我都很久没唱了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。那些歌的话都2018年发行的2019年发行的都没都很久没唱了。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你想睡觉了对不对？琢磨不住什么被子你的舒服，你想睡觉你去休息去吧。啊，你这该怎么去形容你最体贴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哎，你好，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又不太了解，就凭直觉，你想我裹在被子里的。你别摸我！你看他们打的是什么？警告！大片人要抢小果，对不对？小果的，那个小果的，你不要抢了，不能抢了，好不好？抢什么？哥，你不是会唱那首彝族歌吗？那一条彝族哪首歌？就你
不要靠着我。你会唱的那首歌。我会唱的那首歌。嗯。为什么那个人那么丑？为什么要对着他？好好好。啊，这个好好好。月亮圆。啊，好。那直播间还有没有没有加入粉丝团的？加入一下粉丝团。对，你们还没加入粉丝团的，加入一下，就是还没点关注的，关注一下，然后再加入粉丝团。嗯。就是上方有一个黄心。对。点进去。啊，你看，没有，都没有粉丝团。你们不要点入粉丝团，直播间的，好好好，那我就秀一段那个那个吧，就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要扣一个字的，我就唱一小段吧，行不行？归根结底，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。摸我小毛线。只是偶尔脾气，偶尔任性，有些小情绪。这是我偶像唱给我听的。那些曾经你为我付出的点滴呀，值得我倾尽今生来对你。他唱的是我给我听的，后面这个人不能露出来。对你好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那些日子我们总是想要拥有自己的大房子。说我丑，揍死你们！你说院子一定要大，这样孩子们的童年才会更快乐。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后来的日子终于什么都有了，你却又说累了。阿姨呀，你想死我。阿姨呀，你想死我。哎呀，那黑魔界之主，谢谢啊！因为既然因为也有因为就像大漂亮所说的一样，一直叫我偶像。因为直播间的话也有很多是以前就关注我的，对，所以他们知道我唱哪一首歌，他们知道我是谁，所以就。嗯，他们就一直点点歌，所以我就又献丑了，又献丑了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谢谢谢谢。然后这首歌是哥哥他自己的原创，他唱的，你们可以去。不用了，就那他这首歌的话，他是发行在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了，对，都已经18年的时候，对，18年已经过去5年了吧，应该。五年，对对对，对，所以呢，谢谢啊，还没有加入粉丝团的话，再加入一下粉丝团，谢谢咱家的亲友团们，还一如既往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，呵护着我们，守护着我们，感谢你们的承蒙厚爱，谢谢你们一路相伴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还有就是，很多，为什么不和阿木一起？阿木老师，我们俩以前就天天在一起玩，一起，然后现在，时不时就是。回梁山的时候跟我一起就是互动啊，一起玩啊那种，对对。然后今天那个嗓门不行了，所以我们就还是那句话，我们现在粉丝涨到了多少了？因为我也没去看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能不能就是点开看一下我们的粉丝好不好？点开我们的粉丝看一下我们粉丝是多少了，就小果的粉丝是多少了，可不可以？冷不冷，小果？冷吗？不冷不冷，没事。看着你没冷。没事没事，不冷不冷，不用，你穿着你穿着。我不冷。等下感冒了就不好了。我不感冒。因为这山里还挺冷的，我穿着里面还有一件。你这么薄的，你看这太薄了。你这都 T 恤了，你穿什么？不，哥哥不用。大漂亮没在呢，这不，这山里面很冷。没事，我不冷，我不冷。我不冷，我都热的，你看这脸都发通红了，对。脸都是红红的，21.1万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么多兄弟姐妹了，已经，这挺好。这样子，你们喜不喜欢听哥哥唱歌？要是你们喜欢，不，改，下次再唱。我知道，就是你们喜欢听哥哥唱歌，经常，可以加入一下粉丝团，然后以后哥哥每次直播他都给你们唱歌，好不好？我
哦，不不，这样吧，我那个主页是不是有一个群？加入我那主页那个群，以后我用语音在里面，就是因为我也在里面的嘛，所以在里面就跟你们互动啊，在里面，因为主页是不是有个群，可以加入一下主页的群啊？直播间亲友团，加入亲友团的还是没加入的，然后好像是加了亲友团以后他才可以加入的，有一个群是主页有一个群，大家可以加入一下群，我们可以在群里面聊天，可以在群里面互动，好不好？就我的主页，主页有群，不知道哥哥姐姐们会不会加，就点开我的主页，它上下方有一个一个群，然后就可以加入。没有群对不 对？应该有，应该 有，我是挂着有一个群在那个地方的，对。只要你们关注了就可以加入粉，那个粉，哎呀，对，粉丝群是吧？是的。为什么我进不来？哦，看着你们两个，这个人你出去吧，你出去吧，他出去。他不要坐到我们两个对旁边。点了关注就可以加入群啊！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有三个对不对？哎、对。太冷了。你穿吧，你没有，你穿 T 恤是很冷，我里面还有一件，所以没关系，我是长袖啊。好，什么群对不对？是一个为什么我出不来？好，人家姐啊，我感觉这两天开始变冷了，对，天气慢慢姐姐慢慢变冷了，穿了很厚的，你看，嗯，哥哥，我也冷。你说什么？哥哥，我也冷。你冷，你后面不是有火吗？你自己烤火吗？你冷。我冷。哥哥，我冷，你快点，你的脱下来给我穿。4-4-4，哇，快点叫。哎，好。4-4-4，那。哎，我那个鸭腿呢？哦，不是，我那个鸭子呢？等等，我那个，我手机在那个洗手间。哎，你回去吧。姐姐，你的脸为什么那么苍白苍白的？你回去吧，我跟我偶像我们两个播就好了。我们一起、啊。你先回去嘛，快点。哎，对了，哥哥，他那个助理怎么还没来？都跟你说了，不要吃鸭子，不要吃鸭子，你还说，人家都那么晚了还。我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什么？走吧，你就是回去吧，然后等一下鸭子来的时候我就把它带过来嘛，快点回去吧，你回去睡觉，我跟我偶像我们两个单独的坐一会儿聊聊心里话。那我先回去。对，你先回去。哎，我手机放在那厕所里面了。哎。不，那个哥哥，你那个助理他没来的话，就让他回去。好的，老板，我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到了。就是那个鸭子，我去镇上看了，就是都关门了，镇上都关门了，就是没有买到。哦，鸭子去镇上买不到了，土豆也被我们吃完了，大爷。那怎么搞？这土豆也什么意思嘛？他刚刚不是说有的吗？要买过来的吗？不是，你听吧。好的，老板，我还有十几分钟就要到了。就是那个鸭子，我去镇上看了，就是都关门了，镇上都关门了，就是没有买到。哦哟，这土豆也被我们两个吃完了，然后都没土豆了。大漂亮刚刚想说的是，他说他土豆你们俩吃吧，他不饿，他一会儿等着吃鸭子，然后土豆被我们俩吃完了以后，现在鸭子也买不到了，那不又活生生的减肥了吗？那那没有烧烤吗？什么都没有吗？哎呦，这土豆没了，而且这火也熄了，都被我们吃完了。然后大片呢，他说他要等鸭子，鸭子没了，这个土豆也没了，这个火也熄了。哦哟，这大片了，他、死了！哦哟，啃灭啊！怎么办？哎呦，完蛋了！什么意思、啊？好，那就不用买了。哎呀，我那个我也准备下来了，你来接我啊！来接我。啊，不，偶像。嗯。怎么了？他刚刚不是说有的吗？怎么现在一下子就没有了？我不知道，那镇上门不是关了吗？他说，哦，这土豆也被我们吃完了，然后大片的活生生，
鸭子飞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大漂亮，那鸭子被大黄狗给吃了。嗯，什么大黄狗大黄狗的，皇上哪有来大黄狗嘛？那你不是说上次我们那只鸭子是被大黄狗给吃了的吗？那不，没事，哥哥姐姐，你还饿吗？我肯定饿了，我刚才吃了一个土豆。你都吃三个了，我刚刚三个吗？我什么三个？我才吃了一个。你吃一个，嘴巴能发这嘴巴能成这个样子啊？黑黑的，你吃一个土豆，嘴巴能成这个样子？本来那个土豆是黑色的嘛。黑色的，你这个土色，我看你这个嘴从上面累积下来这个黑色的黑炭啊，你都吃了不下五个。没事，哥哥。没事，姐姐，应该是姐姐。开心死了，今天直播是最开心的一天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刚刚给大片的送了十个老瓜，你不吃了十个老瓜杯吗？那不吃饱了吗？就吃这十个老瓜。真的，我好想吃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助手刚不是说鸭子可以买过来了吗？所以我才不吃的。那早知道我就多吃几个土豆，我现在很饿的。你刚刚不是说是土豆你们俩吃吧？他说让我们俩，他刚刚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。刚刚大片粮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是，来土豆你们俩吃吧，我一会儿吃鸭子，等鸭子到的时候吃鸭子，这不是吗？那不是他没去买，而是人家关门了，然后怎么买？那他不早说，那他在该上的时候为什么不说？他现在才说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该上他不是去镇上买吗？那不镇上关门了的吗？那不可能就敲门买吧，对不对？没事，姐姐，等一下我给你煮面吧。我想吃鸭子的呀。你想吃鸭子，好好好啊，烦死了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嘛？你那个助理是什么助理啊？那个助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助理，但是他把他开除掉了得了。那个不是，怎么能开除呢？那挺好的，知道不？啊，只饿挨饿着睡吧。我怎么挨？我会睡不着的。你怎么睡不着？睡觉吧啊。啊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刚刚早就在街上说没有了就没有了嘛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来，我包里面还有个零食呢，要不你吃这包零食吧。对，你吃这个吧。嗯，对。这个可以减肥。可不香了。没事没事，明天我去街上给你买一只鸭子。来，小狗，你吃这个最好吃的。气死我了，哥哥姐姐们，真的，他那个助理刚刚前面说，是啊，他马上又没鸭子过来，然后我就不吃。嗯，没事没事，你喜欢吃鸭子，明天我去给你买。不用给他买，他一个人就能吃一只整只鸭子，那小鬼是什么？那是不是刚刚你故意跟你助理说不要买的？不，你刚刚没。